大家早晨啊！如果你问我好多标迷啦，今年买得最多嘅一只牌子系咩牌子呢？咁啊，好多其实都会答你系以年华。点解系咁呢？因为以年华吓要牌子有牌子啊，要历史有历史，要故事有故事，要自家机芯有自家机芯，系真正嘅自家机芯啊！明啊明啊！咁我手戴紧嘅呢只 Royal Contiki GMT 啦，就系佢嘅自家机芯3945啦。另外我亦都自己入手咗。佢哋嘅户型自家机芯啦，3030啦，咁啊嗰只我有佢嘅钢标同埋金标嘅，另外嗰只方标啦，手上链自家机芯3505啦，其实喺以年华入边一只168年老牌子嘅标厂啊，即系佢哋有能力生产自家机芯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啊，亦都系因为今年我同佢哋即系合作得紧密咗啦，为大家争取嗰、那个。價錢是前所未有，所以我們很多聰明的標迷都把握了機會入手了這隻老牌子。那有些東西呢，真的擺得越耐就越有味道的。我都好喜歡我自己嗰隻弧形機芯，尤其是係嗰隻鋼錶啊，佢睇嚟好似好簡單，不過充滿著復古嘅味道，即係睇住佢都好開心啊！簡單就是美啊，有時。因为呢个标行嘅竞争当然系非常激烈啦，要做起一只牌子真系唔容易啊！要做起一只已经沉睡咗好耐嘅老牌子更加唔容易啊！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心爱嘅牌子啦，亦都系可以丰富到自己储标嘅 collection 啊！若干年后再睇翻啊，先至觉得自己冇选择。错啊，拜拜。